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小佩，小佩，魔术师，我妹妹呢？拜托你了，我妹妹会怕的，快把她变回来了。你是柴文佩还是柴新佩？佩佩，你还记得？为什么你哥都叫她佩佩？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谁是谁，只有我知道。打不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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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去检举你爸妈？不去检举你爸妈？三、六、八、四，越忙越抱影，越路越路灯。